像我像我的筋。就是刚刚那个大姐就很标准，因为她就一只手就打直，拿一个这样子。其实你的姿势真的很标准，真的，而且真的。他跟上桌有没有？太多人，他可能真的、啊。就是那个臀型还是很美啊，是，对啊，很美啊，那个翘翘的，哈哈哈哈哈哈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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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人家想要那样子都没办法，哈哈，都已经那个。其实我还蛮喜欢会挑战，你看我们去渡游，我们去游轮，我们去看游轮啊，那厉害的啊，学的真好呀。没问题了，所以处理就对了，脚轻轻离地抬起来。对，哇，很标准。脚再抬高一点，脚抬高。哇，不能放，不能放。哇，小心一点，又撞到那个。你是前面都很好，然后下脸先来。过了以后，人家是觉得就你就已经，我第二次可能会好一点，你就已经升值了。真的，你这样才不会后悔。你看那个当时那个肚脐还是很。要观察细微了。大师就是从小事做，我真的觉得他实在哦，实在功劳一久。李老师，李老师在练很久了，他都没有，他都手要弯吗？啊，对对对，挨个指的一个弓起来，对对对，就是安利了。好的，要伸，哦，好赞，你看他也是很漂亮啊，很轻哦。不要管那个研究报告的事，你不要笑，不要放松哦。哈哈哈我是啊，看到没有？好像又就是在这个没有被他讲到这个有点紧张，因为他先示范太糟糕了，有那种被他讲到很紧张，你知道吗？真的，姑姑没有问题了，姑姑这个我还可以推你。其实我手完全没力，那个谁在接我、就是啊？方向在那边，在这边不要到这边来，好、哦，这个危险。到这边，对对对。姑，你脚要弯，会脚轻轻离地，脚轻轻离地，嗯。因为姑姑的身重量，哎呀，对，她那么瘦，你没有，因为她很轻嘛。好的，回来接我。对对对对对对。好接了，不错不错。木槿帮我按一下，那个老慧哈都是抱那个柿子挑软的吃，一看就知道没有钱，这是跟那个能力有关。我都没有，没有中断，我没有中断，这样子。所以就是只要对拿着就好了，对对对。因为太太现在八十多公斤了，你知道，我说你全部是49公斤，老慧我就知道你。啊，这个家乡歌是。没问题的，等一下这边，他等一下就从那边了。啊，应该 OK 啊。对啊，他不会有问题。阿翔哥的，再试一次。他这个适合去演那个泰山的那种电影，哦、身材。哇、哦！哎呦，好高！哦！阿翔哥，你那个长裤要脱掉，用这个绑就好了。来，再来最后一次 ，Andy， 快，都跟 Andy， 换你啊 ，Andy 啊。都过时了。哎，那我们可不可以把轻的，那个最轻的，然后背在你后面啊，然后带他。我要不要带背带了？我是怕他那个手松掉下来。等一下，摄影时间。等一下啊。其实我是蛮内向的人。看得出来，看得出来了，完全看得出来。是在外面的话，我就不是这样的。对。现在那个。传统领域里面才这样。司马库斯第二集准备开拍，五、四、三、二、一。哇！夹在那些很舒服呢。夹在胯下那边呢、啊。哎呦！夹在胯下。哦，他这个幅度真是
太漂亮了。但是那个，但是有点被压迫。录影关喽。